So, 当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，哎，全世界当然非常紧张。我们昨天讲了，哎，现在美国讲你需不需要疫苗？对，德国也说你需不需要疫苗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，哎，打这种安全有效的疫苗，至少你的危机可以降低，你的危机可以解除。危机解除以后，你就不会变成一个全球的大灾难。就没有想到中国的外交部今天居然讲，哎，不用了，我们可以自己满足自己。宝姐，现在中国大陆在发生一场所谓的优胜劣败的屠杀战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优胜劣败屠杀，你如果真的撑不过去，那你就只能够过去了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现在显然是他真的不管。那这几天的时候，国外相当紧张，美国很紧张，美国国务院马上就说，哎，我没有疫苗，你要的话我们赶快给你，这种人道危机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那德国总统还跟习近平通了60分钟的电话，他说我们有库存数亿剂的 BNT， 我们可以随时就送到中国去，你要不要打？就没想到中国今天的外交部就直接说了，我们自己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，自己满足需求。同时他还说什么，我们现在中国正用最小的代价来完成最大的抗疫的成果。大家看到完全傻眼，什么最小代价？对，你这个代价太大了嘛。看最近你看华盛顿邮报说什么，中国新冠疫情噩梦将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。然后 BBC 说，你在糟糕的时间点，那缺席的路线图还有流失的信任，这个时候开放真的是造成全世界大恐慌。那人家就说，我们台湾的这个研究单位河北乡就说，至少这个高原期要五个月。哦，未来五个月的时间里面，都有非常大量的人会死去啊。对，疫情会相当严重啊。再来是什么？第二个严重是供应链恐怕会大瘫痪，人员会大损伤。那人员大损伤到什么程度？宝杰，你知道最近发生一件事，日本的外相他林芳正准备要访问中国。对，下个礼拜原定下个礼拜啊，他说他打电话去中国，没有人接他的电话，也没有任何回应。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中国高官。政府搞不好已经出现一个瘫痪的局面了。好，所以收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中国人非常进行无情的一个淘汰赛。对，这个淘汰赛就是你这样说，太弱缓强。对，没错。今天很多现在开始在整理了。是。12月15号以来，本来有一些人呢都是居于高位的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，可是居然一个一个的都过世了。而且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，对很多中国的老人来说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这个大考验。我们看到，事实上从这个他12月7号宣布这个解封之后，你看很多死亡，从12月15号，你看这么多，对，这么多是什么？这是媒体整理出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哦，这不是一般人物哦。你看，很王作斌，中国著名的法学家，他是中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所谓新中国的刑法学的作者，哦，主要的开拓者，还有奠基人物，哎，这么重要。然后赵子深，他是什么？光纤通讯的专家。光纤通信。那这个汤洪霄，他是什么？中国工程院的这个院士，每一个人都是响当当人物。哦，还有这个12月20号，吴冠英，他是什么？福娃的创造者，他死了。你知道，事实上现在一大堆，这是什么？他们都是老人，老人。那中国的什么？最近的这个雷射的这个专家赵颖军过世，然后这个稀土冶金的专家张国成越过世。